打到其实还好啦，是奇怪开 LINE 那么多人传讯给我，因为有人直播啊，然后就看影片，刚好有剪到那一段，然后一直看一直笑啊，然后一直重播。因为那是我打棒球的第一次被打到头，就耳朵很麻，像掉下来的。对啊，然后就想说赶快下去休息，然后过了一局就没事。如果是直接打到头的话，我会比较担心，怕头晕。他直接打到耳朵，其实也还好。有看到重播那个学弟就马上脱帽，其实没事啊，不用担心。对啊，哎呀、啊。